你们大家喜欢看一个很酷的东西，至少对我自己来讲是很酷的。让我们，然后这边是找寻音乐的一个软件，大家看得到歌名吗 ？By who? Your boy Ryan Chase。Yes, guys, 没有错，这是我们的音乐，我们有了自己的音乐了。原本是想说呢，做一些音乐给我自己的vlog 去用，或者说给我的工作上要拍的视频去用。因为我每一次呢做视频的时候呢，花最多时间的不是拍摄，有时候可能是剪辑，但其实最多时间呢是找自己可以用的音乐。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到音乐呢，可能是因为版权问题你不能用啊，或者说你的节奏你不喜欢啊，所以我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一些音乐给我自己的视频，这样感觉好像你拍出来的画面跟你的音乐更有一个连接感嘛，更完整。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做音乐比找音乐更花时间。Yeah. OK, 不管怎么讲呢，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 YouTube 的认证的 Official Artist Channel。 你们大家看到这个后面这个，明天可能看不到后面这个小音乐的标识了吗？是 YouTube 认证的，所以说还是很开心的。然后我们现在有三首音乐在我们这个频道上面，然后名字呢因为叫Ryan 的人很多，然后 RYAN 的人很多，所以稍微改了一点点，叫Ryan Chase 还是一样，Chase Ryan Ryan Chase whatever。 Yeah, 你们可以去 YouTube YouTube Music 还有Amazon 苹果Music还有 Spotify 啊，你基本上每一个 YouTube 的软件我都有发布这些音乐。因为我做的音乐不是我真的去唱了什么歌，也不是我真的去做了什么可能特别好听的音乐，只是我觉得我喜欢的个人观点。因为音乐这种东西就像视频一样，都跟对审美是一样的，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不见得你旁边的人会喜欢一样的音乐，所以只是我觉得我喜欢的音乐我想用在视频里面做背景音乐，所以大部分的方向肯定是以做视频为主。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我发布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是因为做视频需要不同种类的音乐在里面去烘托视频的情感，根据当时视频的情感去采用什么样的音乐。当然如果大家喜欢这些音乐，你们想用在自己的视频里面，或者说你们想支持我们这个频道，支持我们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多音乐，你们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chaseran.tv， 就是我之前视觉教程网站，然后会有一个专门的音乐的版面，然后在上面呢你可以购买它的我们这些音乐的license， 就是使用权吧，价钱呢会非常便宜啊，因为我想说你们大家购买是对我的一种支持。那当然如果你们想用在自己的vlog 里面，或者用抖音，或者用在任何的视频媒体上面，只要不是非盈利的，不是商业用途的，价钱就会很便宜。那如果是有商业用途的，那就会有一个商业的，你们大家就去购买商业的这个license， 因为我不想有太多的一个商业上的这种纠纷啊。哦，还有就是对于视觉教程的学员们还是一样，我感谢你们大家已经参与到这个视觉教程的朋友们，是你们的支持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东西了。那我所有的音乐你们都可以用，无论是商业用途，无论是你想要做什么用途，你们都有使用权啊。在过去一段时间我总结大家做视频的需求的时候，其实音乐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也是比较
算是制作成本比较，视频制作成本比较高的一个部分。如果你大家有制作视频的话，你会发现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子，就如果你去想要用一个音乐，你一定要有它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可能包括商业的部分，一个包括个人使用的部分。如果你涉及到商业部分，它的价钱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你想要用这个音乐，当然你的广告如果发不出去，然后是有音乐的问题的话，这个是你完全，你做音乐，你因为你视频做出来一个视频之后，你完全不想涉及到的问题啊。所以也算是我觉得对于视觉教程呢比较大的一个福利啊，就是你们可以拥有所有音乐的正常使用版权跟商业使用版权。Yeah, 所以就算是怎么讲啊，我想分享给你们大家的一个，不能说是福利吧，算是一个我们视觉教程的一个优势啊，就是所有的，当然前提是我觉得音乐本身并我，当然我一个人做不出所有你们大家想用的音乐，我只能做出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耳朵听出来我觉得好听的这些音乐。那如果大家有觉得哎什么样的音乐好听，大家可以分享给我啊，我可以去啊 ，you know, 当然考虑，如果我能做出来的话，去向这个方向去考虑做音乐的方向啊。视觉教程里的朋友呢，如果你们还有听到在我的音乐频道里面任何你想听的音乐，目前最简单的方法呢是email 到 chaseorion000@gmail.com， 告诉我你们想要哪一些音乐，然后我会发音乐的高清版本啊，因为我还没有想到一个非常合理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去直接下载这些音乐，当然之后会可能花更多时间去完善这个部分啊。但目前就是你们大家可以 email 我你们想要的音乐的名字，然后呢我会核实你们的邮箱。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可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我们的新的一个算是创作的领域吗？ Yes guys, official artist channel Ryan Chase yeah, chaseryan.tv, 大家可以去这个频道上去购买这些音乐，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当然我知道我的音乐不可能是每个人听到都觉得好听的，任何音乐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们大家会去使用，或者哪怕你想要听，你想在艺术上听，都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当然还是一样，对于那些可能会购买这些音乐的朋友呢，我在这里呢先说一声谢谢，因为无论是参与到我的视觉教程，还是未来会购买我这些音乐，就是因为你们，我才可以继续去做我想做的东西，可以分享更多我想创作的东西给你们大家。Yeah man, 我想跟你们大家更新一下，感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未来会对我做东西的支持。Yeah, 就像我昨天讲的，我希望大家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去创造更多东西。